希望你平安，唔忧快乐，欢迎咱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你可爱的女公主，生生是最高最高大把这个听。能录音。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阮是你可爱的女公主，西最西古落水古当不阿爽。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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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希望你平安又快乐，欢迎来收看快乐我菩萨。Gangnam Style。老师啊，生活当中绝对呢爱注意点咱个人的卫生啊。啊，当然是啊。哎，像即卖有台北的哦，北部一边啊，嘿，奥密克戎的病毒较严重啊。对啊，对啊。但是今仔日呢，今仔日呢，一件代志呢，比较对咱南台湾来讲呢，实在惊吓。真大的冲击啊！真的。是啊。因为咱高雄今仔日呢有确诊的哟。来自红山呢。红山。嘿啊。一个小朋友，佮兼伊。是大人，爸爸妈妈，哎，两个阿公阿婆挂一个囡仔，三个拢总确诊。上一困头个三个呀、啊。对，哎、啊，这爸爸听公公是伫高雄的港口咧上班呀。哟，你这样可以上班咧？是啊，是啊，是啊。哟，那么那你的那是有小白的啊，因有接触到的，哎、嗯，赶紧。赶紧去做快筛啊！系啦，啊，那是讲有足迹重叠，听讲要给我去好事多嘛。哎，哦，所以那是足迹重叠，爱自我健康管理的啊。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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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己拢爱注意一下。哟，尽量呢吼，你那是有甲确诊者诶足迹诶有重叠话吼，你该注意家己的身体状况哦。是啊，无代志卖拍拍照啦。系啦，系啦，系啦。家己的生活圈，家己注意一下就好啊。对对，爱注意啊。哎，注意啊！啊，大电视啊，电视机之前看咧这无。这上重点。忙他。拍照啊！对啊，拍拍照，哎呀，伫厝内底搁咧看上安全啊！小心呢，可以呢。啊，大你只只，哎，厝边头尾会来串门子，安尼念念。啊哈，嗯，不啦，啊，来关心归关心啦。
我那刚报告一下，咱的这个活动吼，对，咱原本拜六礼拜有开放嘛，对，为咱今麦开始，咱拜六礼拜都拢无开放。哎，对，所以呢，暂时啦，暂时啦，眼睛啦，吼，眼睛。疫情期间，临刚要开放的时候，我会搁伫电视顶来甲恁宣布啊呢。来日方长的嘛，是啊，那是阴阴关关的嘛。对啊，你那是讲有要哦，要麻烦阿母，然后你有要甲阿母讲什么话？我叫你交代我得。老师就是某年的机件。啊，你都电话拍来，啊，甲小姐交代。啊，什么代志？什么名？嘿，对。谢谢呀呢。按张伟就帮你处理啊。对。啊，那是讲临时去卡手机啊，因为老师无法多听兼写兼抄我呢。对啦，你直接卡公司的电话。哎，对，安尼比较较理想啊。对。啊，那是活动那边，那要了解怎啊进行呢？要安怎办呢？看影片。哎，咱来播，咱电视机前看。对啊，对啊，来看一下。上理想的嘛。要看啥？来，哎，哦哟，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红哎，白色色的。这下花吼，咱讲熟悉的，无输迄个恁去迄个山顶看梅花啦。哎呦，哎，真正啦，无输啦，无输梅花啦。哦，老师，你讲到梅花，我常常想到一件代志呢，要开始唱歌嘞，梅花。这张吼，这张是早当时迄阵人无爱啊，我唔知道这什么花啦。我是看一个我拢甲摘起来。啊，结果咧？啊，结果我正甲整理咱咧，诶，学堂诶，管理到和平这边诶，招龙呀。啊，墙壁呀。哦，今晚大家作祟呢。啊，真正咧，你看墙外面遮尔有无吼？对啊，对啊。嗯哼。啊。来用心咧灌溉啦。对啦，对啦。老师，逐工透早拢伫遐咧唱歌兼压水互伊啊。啊，搁个施肥。哎，你个也肥哦。对啊，对啊。啊，来跟我无？够无？哎哦，卡子啦，九重葛，这张卡子啦，碎碎的，伊这个头，哦，头盖，这个头有一个曲啦，好，哦，沿双起，有一个曲哈，嗯，伊这原本是一张大张的，我甲伊凑起来了，甲种伫个盆啊内面，啊，到落尾伊煞变中后开的，大张的有法多甲伊用到村啊内了，哎，对，啊，伊这近看看这粒头真水，啊，真后开啦，哎，哦，伊这花真后开，伊要讲的规。规丛拢种花啦，规圃的呢，哎，规圃拢花，很漂亮，树大就是美啊，你看，是，啊，够哦，还有吗？哎，两后花园啊，这算咱的后墙啊，这边遮啊，这咱后壁面的这个，这是。那个啥，那算秘境，要通往秘境的啊！对，无留大的秘境，系啦，咱叫一个做大的抗电呀！啊对，啊别只只拢是正常啊！做者老婆仔拢袂来行到遮。哦啊，其实来到遮吼，介好遮我哋这边哦，直接吼去到基山呐！哦，真的假？为咱会等车后边面这个这边哦。啊！我都要骑去到遐，直接去到基山。好安尼哦，对哦。安尼林刚，若要去找阿基，也搁位只骑就好啊。啊，对啊，位只骑就好啊。啊，万当去找阿魂啊。啊，对啊。基山就是位置条路哦。啊，位置道路这边就是啊。我想讲公车会当坐，我买个是跟你讲。为咱会等后边这条路这边就去到基山啦。哦，真的呀。原来如此啊。跟我来那个继续看。哎，这无同款的视角。这座这边嘛，这座这边嘛，哈。哎、欸，阿干呐、啊！老师今天假的啦，今天假的。你们在旁边呀？恁老婆生做公务员的，真正开机车来呢。那要等个机山个委员叫我来呀、啊。好啦。好，来哟。有吗？哎、欸，有哦。还有吗？还有没有了？我无传啦，明仔再个继续看。明仔再个看。这是咱今套餐。这里活动个后边边呐，咱个活动个后边，你不认为中间后边？哎对。哎后边，哎。介侪人拢无进来到家啦。有啦。啊来这翕一相袂歹啦。赞。咱这嘛是有算3D 呢。啊3D 嘿。上当初嘛是3D 呢。是。嗯哼。是来一箱。哎一箱。谢谢啊。这个是咱今日最新的套餐所录个，啊，我咱老婆生来看。对啦。今仔日除了关心咱这个疫情走在南部以外吼，咱全国的这老婆生，咱有哪甲你关心一下？啊，关心倒一项呢？啊，这尿道、膀胱、腰子这方面的一寡伤心哦，咱一定爱办下。因为咱已经有年纪呀，绝对是退化期。对啦，啊，有年岁，咱的泌尿道系统有较退化了，你可能会交尿，啊，无就会渗尿。无就会放尿头渗尿尾会流入吼，安尼的时阵，咱的口道拢会痰，啊痰佫会感染，啊感染就会发炎，啊发炎就会
造成着咱泌尿系统的问题，到落尾有可能造成甲去西游记，足可能的咧。即目前西游记台湾有差不多90,000人的西游记，也搁咧增加当中。一年当中，敢那甲咱的健保局开出600亿。看到西游记了哦，对啊，老菩萨，这是做恐怖的一个数字啊！啊，一世了就一世人啊！啊，世了就是世了呀！嗯，啊，无世无命，啊，世了就是你啊，等十八的等西游记安尼。一三五二四六，四鬼拢袂当去，真侪物件袂使食。好，可怜啊！身体总啊虚，那么我变到迄个时阵呢？哦，所以拢爱去健康检查，一定要检查。看嘛，咱的腰子即卖的功能剩偌济呀？有真侪腰子无好的是拢过去较早迄阵拢。吃那些人的所谓黄肉啊，什么乌油丸啊，拍拳头卖鬼药的，有吃乌白病的无？去家的药剂，嘿啦，去家的药剂。啊，有的老婆说是因为贪着即马健保免钱啊，啊有病来看健保啊，啊一个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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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饱都无代志做，拢干有在看病，啊药啊吃吃一大堆，啊你因为你的代谢歹嘛。啊、所以你西药吃伤济，安尼嘛应该着腰椎。哎哟，所以腰椎着受损啊。啊，佮有种就是因为你钙高尿，啊钙高尿，你即马那啉水，你会走便所，啊你的水总无爱啉，无爱啉的时阵，你就都无多排出去。嗯。所以到落尾，你腰椎嘛会歹去。啊，安尼嘛伤着腰椎。啊，嘛伤着腰椎啊。哦，所以腰椎歹去，这部分就是袂好啊。啊好，歹就是歹去啊。袂好啊。真若歹去，佮会好吼，就无人会西药治啊。所以老婆生。一个人两粒药剂呢，爱顾好，对，哦，爱好好啊顾，一寡歹习惯啊，薰酒、槟榔、胶这种卖，啊，较早困的，啊，生活正常的，食食较清淡的，茫食伤咸，好唔好？伤咸嘛，该药剂。对啦，咱记者先讲出来，等下开来关心。好，来背。机车舞。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左边，右边，右边，左边，再来一次。我们唱。啊，我老鬼，你看我鬼，三四，一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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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上去。一二三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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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一二三四，再一次。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上手，一，二，三，四，四礼拜，投出去，飘。啊！细汉的时阵吼，拔一刀，捡一只金鸡母。哎。我不是要讲起啦，不是啦。我讲哦，咱细汉的时阵带砖卡哦，啊砖卡拢牛车嘛。老师，恁海边啊嘛有牛车哦？阮海边啊，遐嘛有人咧，有人咧落啊。恁遐嘛有人种田哦？做事啦，嘛是有啊。恁不是拢掠鱼啊？掠鱼还掠鱼啊？做事嘛有人做事啦。啊，当然有人做事。你个阵人腰肥嘛是拢爱用牛车。哦。迄阵也无铁用铁锅车，拢嘛用牛车。腰肥嘛是啊，用牛车咧载啦。对啊，我嘛拢会，人啊牛车啦，伊迄阵囡仔作侪咧嘛，拢会跳起来。哎，安尼动一下嘛好。哎呀，跳起来啊，载一下，安尼安那作欢喜。嘿啦，安只个跳落呀。啊，对啊，对啊。讲到这也好讲。马金啦，讲来听看。我有一个朋友住左顶。哦。啊，搬去玉井。伊原本是恁东港细汉大汉的对无？无啦，伊是南西大汉的。南西老师，南西大汉搬去到做电料，刚刚买厝来哩，来玉井。老师，你叫恁东港要全部拢得罪了，叫我哩。我玉井要我哪全部？好啦好啦，我今麦要讲来讲哦，
那个人叫做阿呆啊。呆啊是您朋友哦。您朋友不是我朋友。您真的人啊。我真的人叫呆啊呀。对啦。你下甘蔗的人呀。对啦对啦。伊有一天哦，因为家庭散啦。啊，生活那个厝内面哦，爱用到钱啊。嗯。爱就带伊的牛母吼。牛母。干牛啊囝吼，要去卖啦。牵牛母。讲牛我惊要去卖啊！要去神怀牛戏啊！啊对啦，你个知？我都唔知。系啦，要牵去神怀牛戏卖啦。要牵去卖啦。有啦有啦。啊，因为吼，都牵到半路，说断掉。哦，牵到大来的时阵啊。哦。都断掉，人要抢劫啦。啊。安尼啦。山产啦。山产啦。啊好。啊，即摆山产哦。都甲伊个牛抢伊，你知无？牛大只牛要抢伊啦。嗯。啊！伊即马计惊迄阿呆啊，甲捉伊啊。嗯。伊总甲阿呆啊，烫三烫五，烫了了哦。拢甲拔伫手啊，遐甲拔咧，拔伫遐呢，拔安尼拔掉遐呢。啊！你个无多走啊！啊！伊就走未去啊！啊！啊！拢甲拔伫遐呢。靠！啊！拔个遐。啊！因为哦，迄个伊干那掠牛，带牛要去，因為我惊卖无钱啊。啊！牛要。啊！伊就牵牛要去卖啊。去神头牛去卖啊。对啊！爱只牛我惊伊就甲放遐。哇！没啦，经过两天啊，两天啊，腿也拖胃也过啦。啊，胃也过，看到讲，无啊无啊无啊，呆啊！啊，你看，白蛋壳，白蛋蛋壳，白蛋球啊遐啦。哎呦，哦，啊，结果嘞？今年今年，你搞吐开啦。啊，你是安怎啦？现在现在吐开，我讲给你听啦。好好好，即马一个吐开哦。对。伊无讲哦，伊拢捡一支锤啊，起来。讲伊只牛仔囝呢？跟牛仔囝什么关系啦？妈妈去用抢伊，够足可怜啦！对嘛，腿啊来讲，哎，牛要红偷砍，红砍伊都咧可怜啦！你搁咧讲伊只牛仔囝？哟，伊只牛仔囝个无人饲，你搁讲？你唔知？哎，我记低个，你唔知？牛仔囝系啊，你记低呀？这两天吼，恁爸去学拔梨啊，哎，伊一个寒个腰哦，啊，砍咧砍恁爸硬死，你知？我冻着牛毛硬死。哦，啊，你是不是？啊，这没高兴啊！我可怜你了。真难为啊！哎呦，哎，人是安尼啦。无人输，讲无人输，有人输也要高兴啊！真巧呢。够奇怪嘞，你朋友，你朋友是我朋友。好啦好啦，咱头拄只咧关心老婆山吼。这个柔道、捧功、腰子，这方面的观念，咱一定爱有，啊，爱有这方面的常识，好好啊讲。因为你若加一项洗腰子，加造成着咱的健保局的负担啦。咱身体嘛无好。哦，啊，老婆山，啊，你即马一个人去洗腰子，除了健保局加负担，这个家庭哦，大概无啥啥。因为你变成减一个人赚钱，还是讲加一个人咧务农呢？嗯。哦，所以就变成安尼暗好啦。我请教问啦，如果今仔日你若七少年、八少年，就甲母乌派啊，腰子个派去啊，派去啊去洗腰子。我请教问，啊，上要趁钱是假？无啊。好啦，啊啦，准做老的，叫腰子叫派去啦。遐囡仔爱去做工课，啊是啥物人要甲你顾？哦，对不对啦？你该叫去讲去洗腰子呢？对啊，你啊白看白一三万二输了去洗腰子呢？嗯。所以。咱绝对唔忙有迄一工就对啦，但是无要有迄一工，你都要这方面的观念爱有。对，哦，第一，唔好随便胡便乱食药物。哦，这个都对我讲的。较早有真济伫迄个庙口夜市咧拍拳头卖膏药吼，真济药啊拢是无化验过嘛，啊，有诶中药套西药。哎，乌药丸、乌鸡丸的嘛，乌白来的。哎呀，啊，足侪人食，迄食到尾拢咧洗腰子。哦，啊，有的人是因为即马健保局，啊，都认为有啊，看病也免钱啊，啊，都好啊，营养啊，无代志做，无来去看病，啊，要看一科，啊，要看一科。啊，为是因为身体真正无好，必须爱食药啊。哎呐，啊，即马药啊一个食侪哩哦，因为咱认为有啊。啊，咱的代谢歹，嗯，啊，即马食的药有毒啊，有毒，哎，啊，有毒，伊代谢袂出去，啊，达到累积，达到累积，到落尾腰子都袂康定，挨着腰子，哦，啊，有个人是因为咱年岁有啊，退化，啊，因为你本身就迄个有较退化，机能歹，
当然，迄有个人敢那啉水，面就肿啊。啊，水肿啊。哦，因为咱的腰子本身就无介健康以外，佮加上咱尿会较侪。嗯。所以，若像安尼人，你食食得注意啊。哦，咱三顿的像迄咸鱼啦，有诶无诶鲜诶，拢蛮个食啊。因为种重咸诶。吓啦，迄种物件就蛮个食啊。泡面啦。吓啦吓，迄种蛮个食啊。嗯。咱三顿的食是足重要诶啦。哦，你若食了对身体介好啦，啊，食了无好，食了唔对，哇，弄身体咧吹潲啦。哦，所以咱咧嘴爱较强个对哇。一定就是安尼，爱嘴爱强啊。嗯。啊，观念爱健康。哦，老婆咱观念爱健康。啊，佮有慢性病嘛爱控制。啊，你慢性病控制哦，医生会依照你的身体状况开药啊，互你食。啊，你爱照几工，你也蛮加食。哦，唔免佮加食，人医生啊讲安怎就安怎。嗯。啊！伊若叫你什么时阵要检查，你就什么时阵检查。做一个乖宝宝。吓呐，咱配合着医生、老婆婿，咱食老来就是安尼。任何人同款，这种公平啦。对。大家食老来，拢讲身躯顶拢会有病痛。啊，有病痛，咱即卖医学在进步，医生会话咱爱听，听好落。尤其咱台湾好。对啦，啊你若迄会搞酒的、会闪酒、会老酒的，有诶无诶？这种情形，咱食老来拢会啦。但是袂使安尼落去呀。啊，你一定要顾好啊。但是我人个咩啊？你要想办法看要安怎个过渡了。咱医生看以外，你家己爱想办法甲过好掉啊。所以未使安尼继续落去。未使继续落去，安尼你连腰子咪歹去。对。啊，小大人啊，关心啦哈。超级功夫。劲爆！四开，四到丹田金开，嘴合合，爱提肛卡层裂裂。好，我娘讲，正平一脸，正平一脸，倒平一脸，倒平一脸，头前一脸，后壁一个较好伊。二就是两年、三年、三年，一口开五年也无要紧啊。好，我娘讲预备，一。我来攻，姐姐。我来攻，姐姐。呼，加油。吉笑话，今麦讲笑话啊！讲较正经诶，较正面能量诶。较早哦，阿呆阿咧读册，阿读册哦，伫课堂上老师讲吼，讲安那有关着上帝诶代志哦，上帝啊！诶啦，阿老师就讲啊，上帝只干那离人上界，希望伊帮助诶时阵吼。伊就会显灵安尼啦。哦，伊真会显灵啦。对啦。你要看到上帝是遐无简单嘞。啊，大家举手讲，那个无一定爱等甲上帝显灵。老师，我有问题，你讲的唔对。哎、啊，伊讲写那唔对。嗯。上帝吼，敢那我妈妈甲叫伊就来啊。恁妈妈遐厉害。嘿啊。好可怜啊。无你讲我听，为什么安尼？有啦。因为咱们吼。嗯在睡的时候啊，我爸爸跟妈妈在骑妈妈哦，我妈妈说 Oh my God， 看一下就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 Oh my God， 他就出来了，兄弟，兄弟就出来了，没这样，这样不这样呢，不是哦，没这样，你不是说我的天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来讲一下正经，我来讲提医生啊，嘛，我大爷啦吼，大爷伊看伊病呀，看医生，医生啊，我病带足重的呀，啊真的呀，你甲我检查看卖呀呀，好好好，啊医生就讲，哦你病带足重哦，啊我问你哦，你哦几点早会知呀？几点去会放药？哦，几点起来放尿？啊，大家讲哦，我七点就放尿啊咧。啊，好好。啊，你几点放屎啊？哦，几点放屎？系啊，哇，我差不多九点放屎呢。哦。啊，医生讲，哎，安尼你安尼算正常啊咧。哦。无问题啊。是哦。大家讲哦，无啦，医生。安奈。问题吼，我的问题就是吼，我大家拢十一点才起床啊。放在门窗顶啊！那空啊，主人去那放在门窗顶了。对啦。哦，那固定的时间放在门窗顶啊，无正经。肯定无正经哦。我来讲迄个阿呆啊啦。阿呆啊。阿呆啊，伊有一天伫客厅咧看电视啦。啊，看电视哦，伊就叫因查某囝讲：“宝贝，宝贝。”啊，爸爸。哎，来过来。唔要创啥，爸爸。来食香蕉来。哦。要买金蕉，等下啊，叫店主囝吃，来宝贝宝贝，来来吃金蕉，安尼啦。店主囝来讲，吃香蕉哦。你好坏啊！店主囝咧，系啊，甲因爸爸讲安尼哦。爸爸你好坏哦，安尼啊。哟，因爸讲无啊无啊，宝贝啊。你好坏。啊，你俩安尼讲。啊，啊，特别暗时啊咧困，你俩叫妈妈咩？你吃金针妈妈，我说哎呦，你好坏呀！北投为大姐娘回锅小肉粽，每一醉心里真困难，那无本钱做袂当。暂时做一行，认真来卖小肉粽，小肉粽，小肉粽，卖小肉粽。来无忧无盼，
在我的苦痛，愿叫着我袂麻疹，小麻疹，小麻疹，袂小麻疹。小麻疹。然后呢，迄年过完了后，无外过哥哥要卖食肉粽啊。哦，过年拢卖搞，你讲到肉粽济啊。啊，用讲会较紧啊。紧嘞。好啦好啦，唔管啥物济拢好啦。咱啊年会有啊吼，啊拄着年啊济啊，一挂青草咱就忙要安尼像较早的人安怎？较早人是像个妖怪的，你知影？过年。迄个平常时都食歹啊，啊拄着年啊济啊拢较青草无。俺肯定也食，像个青菜啊！哎呦，安尼唔好啦，对身体嘛不好。即卖又较无过年气氛啊。无啦，啊，即卖问题就是安尼，总是无过年气氛，但是过年拢会食团圆饭嘛。哎呀，即卖团圆饭才食咧，有无可能物件逐项食较清气嘛？嗯。安尼啊，剩的遐物件咩啦，拢爱留咧捡。冰。啊。留的食较菜个过。哎啦，留的拢咧捡只菜头菜尾嘛。有。会对身体解无好啦。茫食迄啦，那无啥咯。啊，要单调拍算。物件煮好拄啊好着，无煮好无够人食，无要紧，唔通食剩呐。因为你剩落来，你要单调唔甘，啊唔单调，你着食过长诶。嘿，安尼拢无好啦，拢无好。尤其是那年啊节啊吼，咱有一挂迄南北货啦，啥有诶无一大堆吼。啊，介济物件。有的生理人家要求过啦，样样拢无下个。哦，人家要求过啦，拢，那不是跟你食个下芳料，无就是跟红乌鸡或漂白，有诶无一大堆嘛吼。迄种相关外药剂啦，人讲熟悉就是。即恁老婆啥嘛拢知？啊，即咱卫生单位嘛拢咧查这呢。啊，一查拢嘛是有。咱的政府对着这食安是足重视诶，啊，人讲熟悉呢，足重视诶，所以这对咱也是种诶保护啦。不如个老婆生，咱政府甲咱保护，伊是一定爱安做，但是你家己照顾家己较要紧啦。哦，咱讲熟悉就行，因为你三顿食啥，政府唔知啊。哦，干你家己知尔。所以咱三顿去买也好，外口食也好，啊是讲哦来去用请也好，咱家己本身啊准则者年会有啊，忙食伤济。食一个好啊。吓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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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若无好，除了看医生以外，咱绝对哦，一定要家己要有一个健康的观念，要安那家己身体搞好。譬如讲，像咱的尿道、膀胱、腰子这啊，泌尿道系统。咱啊，像查某人哦，生囝了后，查某人大多数括约肌拢会无力啦，啊无力哦会流尿，啊流尿括底会痰，啊痰伊会感染，一旦啊感染起去倒着下身，伊的骨盆腔就会发炎。贵州的。哎呀，倒对膀胱起来，膀胱发炎，到落尾就母到胃腰子起来，所以这一个恶性循环，到落尾腰子会叫害，慢慢啊萎缩去。啊，真正伊慢慢会萎缩嘛，啊萎缩去，真全世界是无药啊，通好好派去腰子变好个呢。哪呢？恁要顾是要顾倒一部分的咧？你着剩三分，你来甲顾三分，剩五分顾五分，配合着医生。这一定爱哦，慢个去哦，恶化去啊咧。哎啦，慢去恶化去啦。你若顾会调，安尼就算足够啦，无山。你茫听人分家鬼讲哦，会偏你种地哦，药剂国家安那，无哎，干哪会偏你种地进无人个西药剂啊？西药剂咧，敢毋是安尼吗？啊，不要用西药剂。哎呀，还西药剂落一顿落就是一三五二四六啊。这西一世人啊。啊，你食八顿西药剂呢？一个西四点钟啊。对啊。啊，洗的油脂不是倒在家里安呢？嘿，油脂洗的，咱有可能淋的会伤悬。免安怎？啊，你得爱去另外家己自费买药啊。啊，一摆开的可能爱几万块，一两万块。用完搁爱搁买。啊，你洗偌久？你食偌久呢？啊，你钙买无？啊，那无啥咯。啊，咱洗到的油脂嘛，洗到的身体嘛，拢会无好用呢。空气搁无好。对啊，就是安尼。个虚弱嘞。卖好有一天啊。好。哦。啊，家你的尿道。膀胱顾好，咱的
咱的这个油脂负担就减少了。哎，有道理。还未使禁酒啦。憋尿。哦，医生拢甲咱讲唔好禁酒呢，禁酒油脂会歹。为什么禁酒油脂会歹？因为吼，咱的尿液内面本身都有尿酸嘛。啊，尿液那离咱的膀胱停留的时间伤久，接触到咱膀胱的黏膜，咱停留伤久，伊会发炎嘛。膀胱的发炎，膀胱炎。啊，膀胱发炎，伊到落尾也倒对腰子起来。腰子个发炎，腰子会改遐就要抽灯去过滤一摆嘛。啊，迄、那个唔对的工课，按反复伫咧做，到落尾因为你膀胱发炎来低速甲你腰子叫歹去。哦，腰子个伤掉啊。伤掉啊，就是安尼啊。哦，个萎缩去呀。啊，就是啊，是啊。就是先生腰子呀。当然就是安尼，所以。好可怕。那腰子叫害，那不是是作落个。你忙当作小事呢哈？所以提早过。咱那个医生有咧讲，腰子呐要歹去吼，有一挂镜头你爱注意一下。我有给你准备十二项的镜头，老菩萨你注意听。详细听哦，老师给你关心。我咧讲的话，你拢会当个录开啦。哦，咱这无乌白讲的啦。第一，腰子呐不好的人哦，人会较熬身，较熬忝啦。这个杜姑。有。啊，第二呢，腰子若无好吼，相对你的胃口会较歹，有个人严重阁抱心想要吐呢。第三，放尿会起泡。哦，起泡诶。啊，这个典型的腰子咧抗议啦吼。未堪一劳。是啦。第四，腰子紧发炎。嘿，腰子紧发炎哦，连按都无当按，要洗一嘴拢按袂落。腰酸腰痛。连坐伫遐咧，坐伫碰椅啊，倒伫眠床了后，拢爱找姿势，无拢安尼袂好势呢。第五，真搞笑啊！放真少啊，一棒一棒，搞笑诶！做搞笑啦，啊，咱一棒一棒啦。哦，腰子无好，这个问题拢会啦。过来就是哦，咱的水肿。水肿诶！水肿，足侪人有诶，困起面着含含手着病病啊。病病个未使，这气流拢落恶落啊。像这已经尿毒啊啦。更严重个尿毒症啊，尿毒啊。第七，放尿白咯。尿蛋白。哎，这已经白心啦。白心，再波浪个白心。是啦，特别贫血的人哈。一旦医生来讲你有贫血，你的腰子就无介健康啊！哦，你要注意。过来第九，糖尿病啊，糖尿病的人哦，你会去倒你啊洗腰子吼，三个其中一个糖尿病，几率真高啊！糖尿病，糖尿病的人，你的腰子一定要想办法顾好呢。对，啊，无咧未使就。第十，高血压，高血压，血压量高量低，咱的腰子有哪会算到呢？我买洗腰子哦，有哪会洗腰子呢？哈，所以爱洗你哦哈。过来就是痛风兼尿酸啊，即不是目前咱呐有痛风尿酸啊，伊拢会伫骨膜痛，走过来走过去哦。结晶石。用爱说你哦，即种诶药剂已经无健康啊。对，买些药剂。第十二就是咱诶尿道感染，唔放紧紧啦，阿别放无啦。放尿会烧、会刮、会痛，有诶生个七甲六皮啊。即买些药剂哦，一定些药剂诶，老伯山。咱哦，困眠爱有够。困眠。啊，地水爱啉无有够，水爱有够，咱的尿毒则排清气。对，啊，那有薰啦、酒啦、槟榔啦，一寡歹习惯一定爱改掉，迄对你拢无帮助。对，哦，三顿茫食伤咸。对，腰子真有帮助。哎、欸，你三顿绝对茫食伤咸。嗯，哎，食咸哦，恁腰子改紧害去。哦，老婆生这个歹习惯，啊，你那是一寡。来路不明的药物，千万你都唔通去甲食着。啊，袂伤着腰子。因为来路不明的药物吼，有可能会真正伤肝甲腰子。哦，啊，咱啊，熟悉身躯顶啦，有一寡病痛，咱互医生甲你评估，看你药啊爱食偌重，伊来依照你的年岁、体重、身高。啊！甲你开药啊，互你食。哎，药师的处方互你食。啊，你按时准食。对。哦，啊，你裤顶啊，像会澹啊，会漏尿啦，啊，禁未调啊，膀胱正在咧发炎啊，这种情形你一定爱想办法赶紧落好。对。啊，无咱讲事实咧，到落尾多加对药剂来，迄阵要哭到无目屎啊！啊，老婆生。嗯。所以你一定爱甲你尿道、膀胱、药剂。好好啊，照顾，好唔好？好，来，母娘敢保平啊！哦，啊，平安，大家大赚钱啊！大家一起来。在感激爱地球不只是一种生活风格。
也是一项很潮的生活态度。无论你我身在何处，我们有着相同的默契。跟风，勇于坚持自我风格。潮流，选在地食材，省心。这些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做了吗？全民绿生活即刻启动。大家好，我是唐启阳。防疫的路上，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我们要一起养成勤洗手、戴口罩的好习惯，一起配合十连制接种疫苗，一起建立稳固的防疫阵线。在我们身边戴着口罩与我们擦身而过的人，有可能是刚卸下防护装备的医护人员，也有可能是协助疫苗运送的机组人员。你我身边每个人都曾在防疫里尽一份心力。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彼此。让我们用正向团结的防疫态度守护对方，不要让歧视与攻击消耗了我们的能量。我是唐强，感谢每一个防疫伙伴，我们一起团结防疫，并肩同行。来哦，咱这个过年的时间渐渐逼近了吼，咱啊厝内面健身好呐，食要完呐吼，剩一罐两罐来叫起来，无时间。半年即马是无咧，人个迄个工厂是无咧出公司无咧出货呢。啊，你啊等到元宵节，当时唔知呢哈。都未使无伊。起来吼，咱卖去讲着器官加关那个迄个镜头啦哈。好。来，看咧哈，非安动的哈，咱的健身套哈，健身套。电话套讲我要一健身套。这一组再一罐一千啊，两罐两千块，两罐两千，即阵同款有哪送两罐啊？买两罐送你两罐，那不算，同款有哪送两罐？你一罐剩五百块，足俗个呀！你过年前吼，那不算咯。过年前同款即罐有哪有送乎你？但是咱过年了就无即罐了哈。好好，我爱甲恁报告一下吼。所以今日锁定电话卡，我通加一罐咯。同款够加一罐啊？五罐两千块。同款有啦哈，那不算咯。咱的净身澡吼，有那两地要互咱洗一个平安啊。过年进前净身洗身躯除晦气。这大人囡仔查甫查某大拢爱洗，就免去庙里受惊啦。小朋友个当洗呀。咱早暗两点啊。食饭泡食。老婆婿早暗两点吼。两点。来赶紧，那个剩一罐两罐的紧叫起来哇。好。0800-0001-5899的电话啊。今日准备几位要送给老婆婿？今日准备20组就好啦。是20组电话卡号通个线顶，电话卡号通个加一罐哦。对，来赶紧电话甲泡通啊！赶紧电话甲开卡。0800-0001-5899来，你好。喂，你好。咱倒位？我高阳啊，我要叫一组老母长。哦好，来健身你要一组呢？他个老母长呢？系老母长。好来，一双，来一双还是？电信好一组，老母长一组啊咧。对啦。你即卖电话卡我通给送你一罐啊。进任何商品拢总五罐啊。过年了。过年后就剩四罐啦哈。四罐哦。那你讲啊？喂，大江，来去山宝牛给你报平，谢谢啊。来你讲。喂，好。电信好。即阵有五盒，咱过年后剩四盒吼。来三山宝牛给你保平啊！这查甫拢爱吃诶。来，你好。喂。哟，你好。我新人啊。新人哦，来四山宝牛给你保平啊。这老朋友啊。喂。来，你好。我买一组。现在有五瓶啊，那个过年以后剩下四瓶哦。我知道。来三五双，谢谢啊。他知道嘞，喂。来，你好。哎，你好，恁到位。来一双啊，这位一双，阮台南就是包啦。阮台南的。天透呀，你。没啦。哎，厝伤济啦。哎呀，伊袂记你讲，即摆是。我是要报台中啊，要报台北啊，要报台南。其实家拢有厝啊。对啊。来，0800-0001-5899的电话。查某拢爱吃的健身好。那无啥，你忙买两组啦，你买一组得。我吃完卡个叫。吃完啦，你看你个过年后个剩四罐尔嘞。现在靠通给一罐五罐你如果经济上做得到我没反对啦，不然我们不用就这样啦。你说啊。喂健身宝一组，我们住在哪里？高雄来，你说宝牛给你保平啊，谢谢啊。我们
唔可能嘅时间，过年了后呢吼，咱可能爱搞元宵过了后，才阁有法度摕到健身好啊。对啦，真啊欠袂欠两三个月哦，健身好。哦，曾经捌欠三个月外哩呢。哟，所以咱若高雄一个阿伯啊，伊一拳头拢要五组诶。哎，你好，喂。喂。哎，你好，咱倒位。诶，英哥。英哥哦，即阵有五阿，啊，咱过年要存四阿哈。啊。即阵五阿啦，啊，咱过年要着存四阿啦吼。真要拢中个啦，来三双，四双啊！我做完了，伊阁讲哈嘞。嘿嘿，我无要伊讲哈，我就甲切落去啊。因为老婆三个哈嘞，伊就听透去啊。来，赶紧来，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阁十组。这也要十组了。无啊无啊。来个下回，要美女呀。来，你好，你好，哎，咱住伫倒。我做一大手，大手啊！来一双保留给你保底，纯高装，纯高装啊！来个爱等美女呀，纯要试惯嘞呀！我老婆说你唔较紧扛吼，纯一罐两罐的紧叫起来哦啊！哟，来赶紧啊！这个可以欠回，有你啊欠回，看要安怎健康？赚到诶，赚到诶！哎，过年过年公司阁无出回，有啦，真正有啊！过年咱快运的送回，阁送走袂离啦！是啦是啦，赶紧啊！来你个，嗯，咱到位。我新北市，新北市哦，即阵有五阿，咱过年要存四阿哈。啊哈，来计算，八牛给你报名，谢谢啊。存八组，存八组，哎，赶紧哦，来你好。喂，哎，咱到位。我跟龙南啊。哦，来张龙南，来三山八牛给你报名，谢谢啊。存七组，来你好。喂，哎，咱到位。南投水利，水利啦吼，捌买过无？有啊，有哦，来四山八牛给你报名。哦，你家里有鹅肉诶，存六组，家里有青炸呢，存六组啦，对，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的电话。你做一个对的决定，你连讲真正感谢老师诶。北部一组，中部一组，南部一组，花东一组，平湖一组，安怎五组嘛？啊，中一组，一组我家己留一只，多六组。哎，只啊，哎，你好，喂，喂，喂，哎，你好，咱到位。哎呦，来一双一双，来你好，老师讲，喂，双双来二双来三双三双，谢谢啊，喂，来你好，哎，我没老婆正，来四双老，来四双四双，稍你看没爱上，你没老婆正，伊我要搁另外一行的啦，够要办咩的啦，哟，哎，真正，哎，安尼对，老婆正，咱啊。经济上做较会搞进款起来啦，对，因为你款一组，你就加一罐；款两组，加两罐啦。我唔是贪买啦，我是惊过年后了后，恁去买着原价吼，安尼减重一罐啦。其实唔是老师贪去啦，唔是啦。天哪，安尼吼，你无骗公司，公司也无骗你啦。啊，即阵吼，咱加赚一罐啦。因为吼，咱公司要甲咱起价，要起价3000块，老师无好去啦。啊，够两分钟得啦。所以有两分钟哦。老婆说。最好点决定。空八，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安尼。剩六组尔，多加讲啊，剩六组尔咧。哎，啊来啊，无咧，咱呢就北部一组，中部一组，南部一组，花东一组，平湖一组，安那么？剩五组。安五组得啦。两分钟啦。关键卡。空八空空，空一二。我八九唔知虾米人哦，做一个第二决定，也无够两文钱安尼，嘿呐，剩一文外钱尔呢。哎呦，这个是爱真血下啊啦，做第二决定安尼啦，真要拢中诶，中一关啦，中一关。真正咱阿伯，我一讲头要五组诶，人家是也是经济上做较会到诶，啊，佮顶个欠会惊到，有有又叫欠一摆，惊一个呀，我这个日子赶紧来啊，快点卡冲高冲，剩一文钱，一分钟，来赶紧来，来六，喂，新北市，即阵五关。安尼过年存四罐啦，一算知道哈，来存三箱烟，来你好，喂，嗨，嗨，学姐，台中台里来一算八牛给你报名，存三周，存三周呢，来个无啊，有，你敢不跟卡？没有了，哎，光进来，来你好啊，来杀刷试试，来你好，喂，我一周，咱多少度？三九，来四算试试啊，恭喜你，来你好，喂，喂，来五山，谢谢。伊是讲顶个卡是双卡啊，伊是讲顶个卡是双卡，双卡，双卡。你顶个卡蛋呢？顶个卡，这种肖昂肖啊，太酷了，这种个梦。我是听姐姐，伊这肖昂哦，那我是耳背。伊这伊拢干买爱一款科技碗柜呢，你怎么无路用？科技碗柜无路用。小弟你来见着人呀？空不空空，空一二五八九啊，来一箱。
老婆才能继续靠的呢。来来，四号，四号呀，四号是哦，我五个哦，蔡秀娟小姐啊、哦，难忘的爱情，来老婆才能到底来欣赏。但是我都感觉人的心意搞得好啊，好了，没事了。因为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每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啊。你讲今仔日我要严格贪两百人做安怎，我要对人安怎，咱唔到迄个能力。啊，无必要。哦，都无迄个必要嘛。所以心意搞得好啊。啊，咱啊，可比讲亲像咱去催人去哄请，哦啊，人啊请咱。人啊，真正有迄个心意啦，哦，有迄个心意，咱茫去共嫌讲啊，无菜色，啊是无青草，啊是物件歹食，啊无迄个必要啦。假卖。咱要爱是即个主人家的心意嘛。今仔伊若无心要请你，佮放到一道桌，食食都嘛无落用。那嘛食袂落。那食那家己银行扣较少落用。不对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哦，咱讲事实，有当时阵，你若去伫个庄卡。啊，多多的徛手哦，啊，庄卡
吃酒就搁无物件能够吃啊，对不？啊，所以咱拢会清清采采嘛。啊，所以增加人讲啊，无气咸菜脯，今仔日就猛加咸啦。哎呦，即句啊！哎呐，增加人嘛，菜脯是以前啊做食人食物之一啦，因为迄是菜脯必须要用盐来甲生，哦，啊甲来甲脱水，所以因此伊是真咸啊，拍好打了后。这个菜脯就会变得很硬了，别说起来，如果没吹气，根本补不下去了。所以这个菜脯大多数都是留在自己吃的比较多了。会咸吗？对啦，一般是没得拿出来请人客啦。不过如果那是刚好要请人客，啊，那是桌顶的菜不够，做主人的当然有那会烹一半出来，加加减减斗烧天啊。这个时阵做主人就讲啊讲，来啦，无气盐菜脯筋啊，猛加咸啦。菜脯筋啊。哎啦哎啦。所以这句话就是因为咱呢，啊，这个菜脯又个咸又个甜，哦，对不对？啊，但是这上，哦，这是有的人是讲这句话是谦虚啦。哦，谦虚呀。哎，有的人是这上伊是谦虚。谦虚也是种讲法。哎啦哎啦，讲啊，迄、那个无气盐菜脯筋啊，猛加咸，有种是谦虚。如果那是无气咸，啊，咱就接受着咱哦，这个无酒道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要讲起来，咱台湾人怪奇怪了哈。安那奇怪？爱民主，啊、又搁作爱谦虚。哎呦！所以厝有一挂人啊来，互咱请吼。哦，捧个足青草，足澎湃的无、有是有吧？啊，明明都捧个足澎湃啊！讲啊，无什么菜啦，无什么菜啦。哎呦！拢会安尼讲嘛？所以有一挂外国人哦，伊对着咱国诶即个国民的即个民情无同款哦，拢个感觉奇怪，明明都桌顶规桌顶拢菜啊，奈讲也无虾米菜。咁讲伊咧卖酒灰灰。哦，不过唔管即个桌顶的菜有澎湃无澎湃，都像我讲的，请人客是看生意啦，生意食最低嘛，啊你若无生意哦，你搁大顿较济。啊，那吃嘛吃无味，哦，对不对？所以有生意，搁一盘小菜，卖乎你口齿留香。哎，对的人嘛、啊，哦，对不对？嗯。但是偏偏有一挂人去红请吼，看到桌顶的物件，去忽略了主人是不是有生意无？所以厝吼，无气焰菜脯羹啊，猛加咸哦，这句话也特别值得着咱大家来研究一下。因为我咧认为啦吼。请人吃饭，砸家己的困难啦，这较重要。如果你那是哦，你那是讲啊，你着当生哦，啊，互对方感觉无爽快哦，那么这种人以后等咱着减请。哦，请袂起呀、啊。请袂起呀、啊。哦，因为咱都尽量啊嘛。咱都尽量啊，啊，咱唔是当生寒酸。哦，咱都啊，咱的能力高呀呢。啊，伊若敢嫌，咱都后摆卖请伊。个重咩？如果对方那足快乐的，伊感觉讲哇，菜脯羹啊猛加咸，哎，你一块食菜脯。哦，这个朋友伊就无咧注重表面啊啦，这都唔是迄个酒肉朋友啊。哦，含菜脯嘛要借。哎呀，真正朋友袂敢嫌啦，伊就知影咱的能力啊，自己用请，咱也忙，干那看迄菜肴寒酸，啊，就你也无欢喜。甚至误会对方可能无诚意，哦，咱应该看对方的能力，甲伊的心较要紧啦。有诶搞不好，伊一个菜脯卵都要搁去甲隔壁借两粒卵过来卡呢。哦，对不对啊？搁那个当咸话，无意思。何况你那是无气咸，反倒转过来当表现讲你介随和，哦，啊，奉请搁介诚意。我们得安尼唔得掉，得个欢喜，系啊，得安尼做，啊个介有面子。嗯，奉请你也无多规地都拢总请啦。哦啊，请人的主人家，伊能力那够遐，咱也莫去共要求啦。有当下你为着你奉请食一顿，伊就系爱去庙会啊，去人厝边头尾去人撮，啊，第一个行人，哦，安尼造成朋友爱亲情的负担也无必要。啊，咱讲熟悉就行。有个人就讲，我若要叫朋友请，我恁平常伊的经济歹啊，啊，我拢会打电话甲讲，哎，哦，我都为只经过吼，我只有咧卖啥吼，
哦，我做个食这单，哦，啊，加好食，你要食看嘛，我要等候你食。其实我嘛知影，伊个桌顶无啥物物件能食，啊，咱就看过，啊，你若都无讲个看伊，安尼会切到人个意啊。是了民主啊，啊，咱就讲哦，我为只贵哦，啊，只有一单啥物，我较早我有买过，我真好食呢。你可能毋捌食，我买来互你食看卖。替对方留下民主的，留个台阶，一个楼梯互伊落嘛。哟，这就是朋友。一个大心的朋友。哦，这就是朋友，朋友才会安呐，有真正的朋友才安。啊，你若讲哦，去到诶，嫌东嫌西，嫌东嫌西是我讲诶呢。啊，那阿爸也拢讲啊。嫌少嫌偏的。哦，这朋友慢慢交啊。哦，千万交啊。有啦。这个点歌时间到啊！伊刚刚咧交朋友，交朋友，哎，这交无朋友咩？哎，你读卡无好啊！我读卡无好，我你看我姑娘读卡拢好，她对无好诶。这那个小看你啊！那有？哎，叮当的我，我点去看医生就无来。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冰冻的电话一通电话讲三句啊！讲三句。我打电话，什么人？我听，那个听什么歌啊？简单，更加要明了。啊，忘了猜啊啦，不是？嗯，像怎安尼？吼，你点歌速度足紧嘞！吼，我写袂赴。没有，七八九空八八空，七八九空八八空，小汤汤，中汤汤，哎呦呀，大汤汤，出人命皮，来空八七八九空八八空，有吗？嗯，哎呦喂。喂，阿英跟你搭档已经很好了。好，你中计。那一波他该不会派去？哎呀，我不知我爱你。好，拜一头哈。好，好，拜拜。谢谢。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哦。嘿，我头像张小姐。嘿。嘿，我迄个小姑娘。好，拜一头哈。啊，谢谢。啊，谢谢。拜拜。来，你好。哎，张老师你好，我林秀长。是。哎，帮我点一首《无你较重要》啊。三号哈。好，谢谢感恩。好，拜拜。来，你好。喂，老师，我爱我。好哟。嗯。我好像最近运动不好，拢拿袂，拢拿袂掉。拢无唱过了。真正，啊，你想看？嗯，你曾经爱过我。啊，真啊，我白喜欢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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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喂哟。嗯，张老师，阿帅，阿云小姐你好，你好，谢谢你点歌我收到，啊，咱们该谢谢了，别，好，安尼好，谢谢，好啦，好，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来，你好啊，喂，老师你好，你们好，诶，我棒球，棒球什么人？我要点歌，你什么人？诶，我姓陈，哦，陈小姐，要听什么歌？啊？要听什么歌？诶，加个那纯正曲，好，我来拜个，谢谢，好，拜拜，嘿嘿。来，你讲啊！哎，张老师，我叫你陈大哥。是你哦。要点一条红屋情。红屋情啦，哈。红屋情啊。红桥啊。拜六号哈。好，谢谢。好，好，拜拜。这是红屋情啊，应该是红屋情呢。来，你好。喂，老师啊。你好。叫青青。青青。爱你一万年。OK， 我给你拜七号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来，你好。国路广东。我诶，拜八号诶哈，好，拜拜，我五诶点光我生死呢。来你好，张老师阿英你好，蔡秀珍，我是蔡秀珍，你问诶我有收到，好，也感谢你。安尼免吃便所啊，啊，安尼就免吃便所啊啦。啊，无咱两个同齐来吃，无碍，无碍哦，好啦，谢谢你，再见啦，好，拜拜拜拜，我们同齐我同齐吃啊。老师阿英你好，是啊，是。拜托你本来名运的收咧，唔卖讲拜托的啦，你要听名声的，我拜高好啊。好，谢谢。好，谢谢拜拜。谢谢哎，好朋友咧，讲拜托，哦、真正。喂哦。喂。嗨。阿妹。啊。吊车尾哦。你搞点点。有诶，妹妹哦。不是啦，民族正牙正呢。哈。听无啦。阿正呢？哦，我阿正，我阿正今仔条件啊。是咯。哎。好，我养阿他们，养阿老好看。啊。嗯。这样，跟我太可怕，太乌。这样，这样，阿给偌水。这样，我来点一条爱莲的目屎。哦，阿白十蚊啊。好看，嗯，好看，谢谢啊。再见啦。阿我这个小弟吼，穿个衫安尼吼，像安尼，安尼加出来一条萝卜。拜拜。人民族这样，佮我饿了。你个天！你这样，我来讲啦。安娜啦。
拢袂晓，因为诶拢袂晓听话尾。是啊，拢袂晓话尾伫倒位啦。三知。安那啦。话尾是伫倒位啦。三知诶，人人场面化。哦，是啊。啊，你管你踢开人，真叫你知。我要冲起来踢一波。了半天啊，你讲真是晒，真叫你。啊，你一只讲你踢开，我真爱讲你。啊，伊无踢开，我手啊提只，真正。我讲这个帽啦，你来坐这帽，我坐这啦，坐这你还有你手会转掉皮啊，掉个鞋，真正，伊肯定袂记呢。这样一车停来讲，讲伫个车边讲，伊行伊行，我讲你要对，伊车里将行伊头去，我要去开车啦。真是这样。什么歌啦？记命运的记得。来，咱的靠山，台中的靠山，顶白关庆哦，那菩萨到底来欣赏。真吼，老来吼，哎、啊，面拢会有迄妖魂嘛？哎，真体化去的妖魂啊！因为咱那面部的水分啊，较无够，保湿度无够，啊，你的面的妖魂就较紧形成啊，较大个对啊，啊，伊来较大嘛，啊，规身躯，嗯，大，啊，大家拢安尼
安尼会烧白无？啊，白乞巧吼，哦，咱白乞巧，啊，咱通常一般真侪人拢会抹乳液，啊，面有哪会去抹一挂保养品？但是有抹啊，都有擦，啊，即卖啦，面洗了，身躯洗了，那无抹，伊就过来啊，无吼。这是咱对外对外压加加固入去啦。啊，咱通常一般咱人吼，而且我敢报告吼，这要讲个就是。该恶苗了吼，该恶苗。所以咱为什么做囡仔出世，迄、那个囡仔皮肤会幼咪咪？哦，幼咪咪啊！你看囡仔一皮肤哦，哦，吹弹可破呢。哎，都真正啊，幼咪咪呐，啊，无家伙，都幼咪咪嘛吼。嗯。过来，迄囡仔个足够大诶，哦，你看一米大一寸嘛。啊，老大了，迄囡仔头壳够足好，你甲教啥，伊就学啥。反应介紧。哎，反应够好。哦，那去哦，会惊会走的时候，你脚手足扭捏无？走对袂到。为什么啊？你敢知？为什么？因为哦，大巴肚人当伊有心的时阵吼，伊咧巴肚内面吼，哦，迄个囡啊，这个大巴肚人伊会制造一种要给囡仔的物质啊。那么给囡仔的物质，伊即摆囡仔有吸收伊吼，咱讲事实的，伊就真敖大嘛。皮肤就水啦，反应好啦，脚手扭捏，迄、那个物件会当针对这个囡仔差到三十岁。三十岁可以用完啦。嗯，然后差三十岁啦。啊，三十岁咧。你看，伊这三十岁进前哦，这个人伊咧大，伊的反应，伊的种种，伊的体力，伊有诶无，但拢介舒适。对，拢上介赞诶。但是到三十岁了，就差不多用完啦。上介可惜的是，咱人本身无多制造啦。迄、那个物质咱无多制造，迄干那大巴多人我都制造尔。介奇怪的是，伊早人家囡仔生落来了，伊家己本身有哪袂制造哦？佮佮买红红叶用啊？对，所以这个红叶伊到什么三十岁了后，遐问老母老二咱体内遐个物质，真拢已经无啊。啊无伊啊！啊无伊就身体就开始落去啊。开始老啊！你讲看咱三十岁、三四十岁，人讲上下袂了。人就开始练啊，无，查甫拢同款啊，开始练啊，啊，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啊，哦，啊，皮肤嘛愈来愈歹啊，哦，啊，尿痕啊愈来愈多啊，啊，老人斑啊一直拢造出来啊，原因就是出里底，咱遐物质拢用完啊，啊，哦，就是安尼嘛，开始破病啊，对啊，物质拢用完啊嘛，嗯，哦，啊，用完你搁未晓家己搁未晓营养补充，哦，未晓制造，啊，你咱无多制造啊，对。迄人无多制造个啊，人家要多制造，人就袂老啊。迄就是人无多制造，啊，无多制造，咱阁袂晓补充。哇！所以咱就随着年岁，你愈来愈侪，身体愈来愈差愈歹，啊，人就愈来愈年愈老，安尼就。愈来愈退化，愈来愈退化。这就是人嘛。啊。人就正常个拢会安尼。退化。哦。你要看，介侪人啊，差不多到哪六十岁，啊，伊即卖面年呢啊。嗯。啊！伊为着要较少年呢，啊，伊会走去注迄个肉毒，嗯，啊、哦，肉毒呐，注呢，六十岁就剩四十岁，剩个四十岁人啊。有效啊！啊，有效是这个命呀。哟。哎，规身躯呢？无注。哦，对不对？老呀。因为欠迄个物质嘛，老母生活咱个物质无嘛。用完啦。哎、欸，用完啦嘛。哦，啊，你看有个人呐是讲你都。目睭咧生涩，伊会去点目药水。哎，迄个要讲开吼，伊迄个是有哪爱伊爱提供好一个应该有诶，即个营养素嘛。人拢就是爱安尼做嘛。我、哦、你看像迄脚腕退化，啊，脚腕退化，伊会去注迄个骨浆无？咱有诶脚腕无多滴当会注骨浆，一礼拜注一支，注三礼拜冻半了。哦，即拢总是。即多像个咱咧铁门哦，铁门脱袂行，啊脱袂行啦，爱个沾一个油同款。沾油啦，迄油那个沾落，哦，安尼安铁门伊就会当脱哩。哦，所以伊铁门本身是无歹个，是歹脱尔尔。对啊，你看以前咱咧打沾车哦，啊沾车嘛爱沾油呢。哦，伊无歹，只是歹打。歹打，啊那油沾沾的，啊伊就该好打。哦，所以。咱有足济人年岁有来啊，身躯顶了一挂器官，因为咱就是无迄个物质啊嘛。咱老母老好，咱呢，咱到三十岁，哦，照咱的这个
医学顶管报告的，就是讲，早到三十岁，就咱拢用完啦。就无迄个营养素啊。就无迄个营养素啊。啊，现在无迄个营养素。你器官个歹用。啊，咱器官就歹用啊。啊，你甲看哦，少年的时阵吼，哪里感冒，有时啊连看医生都无呢。茶啉啉的，啊，汗憋憋的，爱就好呀。因为咱有自愈能力。咱人有自愈能力，佮加上咱出世的时阵，咱老母有甲咱留一寡物质伫咱的体内。让咱的身体较健康啊，抗体自愈能力，就较好嘛。啊，所以即马呐，遐用完了，你有感觉老人，介侪老人哦，那感冒有那隔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较久就过去。药啊，食袂惊。吓啦，伊就无多吸收嘛。哦，所以你含慢性病药啊嘛，食袂惊，好对啊。就真歹使用嘛。哦，这是全面性的啊。吓啦，真人工熟悉就是安尼。所以，咱迄、那个咱老母留予咱的物质咧足重要，咱重点就是。咱无多制作，个咱未晓补充，所以安尼你安怎？来拍摄迄个时阵，咱的皮肤就开始黏腻啊。了呀。啊，黏腻吼，就开始痒啊啦。啊，伊就有迄老人斑，啊，咱迄个老婆生咯。你看囡仔，咱老母留予咱的物质，伊无老人斑，食老来伊就老人斑，老人斑无走出来。哦，像安尼无，哦，这老十岁呢，哎，什么老，这老足侪岁咯，有，哎，手拢老人斑啊，面拢老人斑，啊，腰嘛拢走出来啦，无好看呀，哎，一定是安尼，看起来个老太呀，对，一定是安尼，啊，你即马，迄个物质用完了后吼，咱搁会要讲开，人身躯较会烧白痒，会白，啊，都也无皮肤病，啊，毋过我得食也袂爽快，你足侪老大人足好笑的无，迄种伤大啦。皮肤拢伤过大，才有这个问题。哦，这拢全面性诶。嘿啦，迄个都全面性，拢是安尼嘛。啊，所以有诶人，我都讲，伊拢会去抹迄个乳液啦，啊，有诶抹甲恁弟弟都无爱呢。哦，哎，这是外表，你的器官毋是同款，我那老呀退化。相对哦，相对咱诶器官，你啊看，少年差三十岁进前，吼，安那走安那跳，心脏也未安砰砰跳无。起码小可往行呢，咱就碰碰青啊。退化呀。退化呀嘛。欠少营养素。啊，对不对？啊，你就是安尼嘛。哎，无你呐，你营养素呐有够，伊就袂安那嘛。哦，你啊看有足侪人，一个，唔管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那你会有嘞，伊就退化，因为伊欠少第一个营养素。所以，你营养素呐，你呐家己本身，你除了看医生以外呐，也要。家己也要补充，安尼唔是介好吗？营养素啊，够有够，一定爱够有够嘛。啊，问题咱都未晓啊，哦，那无算，所以身体也无好，这唔是无原因。老较紧嘛，是啦。啊，咱都会记住，无健康，咱一定爱去看一下医生。哦，身躯较袂安痒，啊，较袂安痒，啊，较袂安咳，哦，啊，人啊较袂臭老，哦，啊，身体也较健康，啊，较袂安搞啰嗦，安咁好。器官嘛较好用。来啦，来啦，保娘跟保平啦。哦。大家平安大赚钱啦！大家一起来。小酒搁再干一杯。拒绝所有烟品瘾害。Don't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大家好，我是贝尔。在日常生活中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呢？第一，搭乘期间避免用手触摸眼、鼻、口，也要尽量减少触摸周遭的物品哦。第二，若需要拉把手，尽量使用同一个，可以减少接触到病毒的机会。第三，想要咳嗽或打喷嚏时，记得咳嗽礼节，用衣袖遮住口鼻，可以避免口沫传染。第四，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之后，记得用肥皂洗手，保持双手清洁。如果有呼吸道症状或是生病发烧，应该避免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在家休息。如果要去看医生，记得戴上口罩，利用私人的交通工具前往，才能保护自己，也能保护别人哦。来啊！赶紧哦，过年后，咱就剩四罐呀。所以嘛，是过年前的最后一批。对，吼、哦！啊，咱起来吼、哦，咱直接讲品名吼、哦，咱卖去讲器官甲镜头哈、哦。来，来，看你，跳过来哈、哦。哦，非安动的哈、啊。
那呢修复元素玻尿酸啊，这管咱同人娱乐的。哎，玻尿酸哦，我家老婆在，大家吃，大家称赞。今天你没来吃到呢啊？来啊，一罐一千。这样呢，吃这吃这，咱人家五人缘呢。两罐两千块。哎，红阿婆做伙吃，红阿婆感情嘛加介好。买两罐。哦，安尼啊。送两罐。买两罐送两罐，安尼开两千块啦。足俗的呀，玻尿酸你无通遐俗的呀。但是我讲吼，过年前同款这罐搁够你啊。算天等我靠窗搁加一罐。老婆，这罐同款有够你。五罐两千块，过年后就无这罐了哈。安尼嘛俗啦。哎、欸，啊，真不出单去给啦，啊，咱也无敢去啦。对，所以你买一种就会赚一罐啦。啊，迄啰剩一罐两罐，还紧叫起来安尼哈。哦。安尼哈，安尼，互你开一个。一组。两千块呢。两千块。二十个都好唔？真二十位才有优待。啊，阮大伯讲十六位尔啦。十六位尔哈。嘿啦嘿啦。有啥物减四位咧？哎，就真就讲剩十六组啊。哈。先拍先赢啊。黄金卡。三暗两粒啦哈，玻尿酸修复元素、哦、啊，咱那个红阿婆呐，那有咧当那只红阿婆感情嘛较好。啊、当然咯、哦，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啊。啊，今仔咱吃咧，三暗两粒，吃澎湃两粒两粒。哟，啊，你若有咧吃其他的产品，有哪会使甲男主去吃哈？赞，玻尿酸哦。你若互恁厝的少年啊，知影讲这是用这玻尿酸，伊、就甲你讲伊食啦。对吼，遐少年啊，总爱玻尿酸呢。因都捌啊，因捌啊，咱老的有哪爱捌？啊，对，就时代流行。真正啊来啊，咱那个十六组，十六组了。十六组我唔知，我唔知咩啦。咱安尼啦，迄、那个北部五组，中部五组。啊，南部五组按十五组嘛，好、哦，啊，无，啊，搁一组咧，华东一组啦，好好好好，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来哟，喂，你好，要买玻尿酸，赞呢，咱住伫倒位，高雄市，来一双来，谢谢，来玻尿酸啊，你像咱这吼，做整理上拢食一组鹅肉加清蒸咖来，来，赶紧啦，咱来赶紧啦，查甫人啊，咱讲出去啦吼，嗯。出门啊，加较有人缘。查甫查某拢爱食啊。啊，查某人啊，即组嘛，加较人听，较得人听。哟，安尼听我。做一个对个决定。来，我这个日子呢啊。剩十五组了。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啦哈。这样用起来修复元素玻尿酸，你真正无当买只尔俗的呀。啊，你即卖啦，有迄个像讲咱有迄个诶其他产品拢甲咱做一只倒啊。啊，你讲啊。更加满意。来来，二线母娘给你报平安。来，你好。喂，你好。哎，咱到位。我要一哦，我住台中。台中现在有五罐了哈，啊，那个过年又剩下四罐哈。来，三双谢谢啊。恭喜你。我来恭恭喜欢，恭的讲每天的。冇紧啦，咱嘛爱学习噶。爱学习吼。有啦。然后我拢讲第一罐是，啊，恭恭喜用的加了钱呢。哇，真正有影。啊，你好。喂。喂，老师你好，来你好，玻尿酸，好的，来一双玻尿酸给你保底，谢谢啊。哦，这个效果也来行哎，来你喽。喂，你好，张老师，阿学姐，下次做来嘞。用这个玻尿酸来洗刷，是不是？那你们讲完个没？讲完个没？来你喽。喂，嗨，喂，嗨，你好。没做玻尿酸，来够刷玻尿酸给你保底了，是不是？啊，赞啊！卢渣家，你卢渣请赞。来你好。喂，海南到位。我是北区五股，查甫人有这组嘛，叫做有人缘的呢。来，印刷人试试。哦，我真正印象这块来查甫人诶。按得对个。真正要过咱家己。诶，按张伟有那早两点半呢。诶，对咩？诶，屏东的刘德华呢？对咩？没算输人诶咧。空八空空空一厘，五百九的电话安尼啦。消毒元素玻尿酸。个四分钟啦。哦。四分钟得啊。来个哦，明年呀，明年再见呐。啊，明年存四罐呀。来你哦。哎，来玻尿酸，赞你哦！真买的拢中诶，来二双玻尿酸给你保证，谢谢啊！这拢中诶。啊，玻尿酸你老在食吼，你个要提高咱的生活品质啦。啊，当然。啊，那一定爱食。咱那即阵有咧食吼，啊，恁那亲像我走看到你讲，哎呦，哦，无人咧做最近加加水呢。哎呀，哥哥说，哎呀，够价大啦咩？来，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诶，电话啊。村上好精明咧。啊，你好。喂，喂，嗨，你好，喂，哎，我去了，来一双，来一双一双哈，你看当时要送，你甲家己讲，有，哎，时间你甲小姐约我好，有啦，啊，无去行去，佮叫到等下，我都无趁钱，佮做了钱，佮钓嘛做多哦，
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嘛。做三分钟啊！那不是个三分钟的。你再做第二决定啊，愈早接愈早好啊。那你的北部两个啦，哦，北部啊，中部两组啦，哦，啊，南部两组啦，六组，花东一组，安尼好冇？最后七组啊！冇啊！来个明年见啊！有有有，赶紧哦！明年个春安内哦！来你哦！喂，哎，你好，咱到位。十几，十几哦，八宝来计算，八牛给你报名，谢谢啊。每年个真正从四组啊，因为要四管，因为公司要给咱起价，起一组要给咱起三千。四管四管哦，公司无骗咱，阿咱也无骗伊啦。阿咱无给公司起价。啊，即阵五管咱中一管啦。因为咱即摆无主动起太管太管的呀。来，你讲啊，嘿，哟。哎，我台中一面，我要直播两双。一双玻尿酸是谁？台中一面啦，台中。来你哦，玻尿酸。咱住伫倒？五街。哎，五街三双的是谁？玻尿的宝贝。哦。哎，安尼台中人拢够一组啊！真的。哎，你哦，你哦，有。什么？你的玻尿酸？来四双，谢谢。嗯嗯。咱问小姐啊，来哟。喂。哟。咱到位。喂。来计算，谢谢阿伯。你好，阿伯，你玻尿酸管得跟你吃阿伯。嘿，阿伯，你吃吃，你得饿了啊。哥哥，哥哥，真正，哥哥。来，你好啊。喂，喂，台东，台东，台东市，来新北市来一算，玻尿给你报平安事情啊。阿伯，你来讲台东。没啦，讲伤紧呢啦，台东有闹出啦，没啦。哎，今麦都在新北。阿哥，几分钟的？哦，我做形象就看十波人诶。老和尚。嗯哼。查甫人，玻尿酸，啊红啊无，感情好，哎、欸，真正咱即拢爱哈，爱喏，哦，嗯、啊，那无啥咯，未使无好啊，啊你好，喂你好，哟，哦，我要做一下玻尿酸，来细说，玻尿酸你报别来试试，哦，赞哦，阿姐啊赞，嗯，饿了，我给你饿了，嗯。啊，一分钟得啊！一分钟做第二决定，一分钟了，咱就收单，提高咱的生活品质，收单，那无啥咯。恭喜你啦！买着俗的，搁赞的；买着赞的，啊搁俗的啦，啊搁称赞的，大碗搁满意的，俗搁满意的。红阿婆买等于做伙食啊！嗯哼，红阿婆感情较好，啊，我们手牵手。哎，来你好啊！嗯，哟，喂喂，那个天会啊，未使你讲，来未使你讲，一说一说。讲着镜头。哎，来你好啊！你好，哟。喂，我要去金骨溜。金骨溜来二山，金骨溜啊！金骨溜，咱过年了后存四罐。有啦，咱进拢有优待啊，过年后头拢会有正常啊。拢会有正常哦。有。你那年刚买了这，你唔好甲老师录哦。来，你好啊。喂，嗨，老师。哦，来三山，谢谢大连姐，谢谢你啊。来。哎，啊，赶紧啊！啊，无管两千块，最后一波呢。那因为咱这一个月介绍一摆呢，明年才有介绍玻尿酸啦哦。啊，我。我要来分吹，啊！恁继续拍电话，电话呐有通拢有啦，好冇？美女个，叫我介绍玻尿酸，咱也无啥。看不讲空一年五百斤啊！继续看，继续。我即款我先起起放你家等老师，安尼对无？系啦，哎呀，安尼呀，有。好，哎，我有中进无？啊，我敢有中进。这安算中进哦，长进。噶安尼就算长进了。嗯。我真正是真，我你怕白我。哪的？美酒加咖啡，来这首歌听啊。台北连的点袂歌。
咱无量慈悲的心，扶持咱无量中天照明。今仔日搁差两位，吼、哦，搁两位就圆满啦。咱厝内面也是有诶老大人身体较无好吼、哦，咱爱扶持者，因为即马即个老拜吼，即马即种时势吼，咱讲熟悉咧，敢住一个社，大家我要惊死咧吼。所以正当咱求一个平安，平安的时候，咱蛮开济啦，咱无咧赚啊啦，啊，即若个钱啊，该歹赚啊。啊，求一个平安，咱都像去庙里拜拜，咱买一个金纸就一百块银俩。一个月一百。哦，啊，咱一个月一百块，啊，你着看买三个月，啊，买半年，啊，买一年，咱家自家己的开单啊。对。先过巴多，甲过有做。对。哦，那无使来记钱啊。嗯哼。啊，电力跑通哈。啊，买火车即摆跑通，老师先组织好不好啊？你好哈，你好。哎。哎，你好，咱到位。来个一算一算，谢谢功德无量，吃百年哈。来，你好。喂，哎，你好，哎，我要中间照照明。来，咱住伫倒？五车，五车啦，功德无量，我咧吃百年啊。来，二算二算二算，谢谢。请问你要火车老婆仔，你电话卡好通，老师亲自给你做好无？有一寡新朋友是讲啊，我都未晓汇钱，要安怎？你唔免去邮局，唔免去银行诶。啊，无咧。你著电话拍来，啊，把你的电话地址、姓名留予小姐。然后呢？小姐也寄单予你。收到单了哦。来去 seven 全家 OK 来尔付得当叫啊。侬免签名，免登记，那免收小费哦。是，来你好啊。喂，老师好。你好。功德无量，我咧吃百年哈。来三双，谢谢。来你好啊。哎。嗨。全新的啊。来来四双，谢谢。好好，母娘给你保庇哦，你等会先。四双，四双。来你好，喂，你好，我家人，家人哦，无娘给你保庇哦，你等会收，来五山，五山谢谢啊。如果那是有超过名额，咱用电的，门下在下名单内底，有往赶快工地盖多盖多的。即阵好奇这名单，我门下在去到咱中电的头路乡，我得加某边这边。你门下在要做功课的，像今嘛这个时阵，我会去加阿某去边这边。第三遍较啰嗦文，搁变落阿某在。要这个完全借助啊，包括这业种的问题，那无啥，咱唔是有钱就通去处理的。爱有方法，爱有方法，爱会晓。啊，你都就为你开一百块钱贴一个金纸钱，啊，剩的按张辉帮你处理。没有危机，这亲自帮你处理。这讲到家己的，也免请人啊。有啦，好冇。啊，老师是啊，纯粹服务性的哟。功夫拜拜也同样啦。嗯，做一人做一下老师诶。来，你好啊。就讲诶哦，你好，媳妇娘中间。叫名哈，哎是每个月还是会当几年的？无啦，几年不要紧。哎，你家己欢喜的啦。你要、啊、你要几个月要多久？嘿，你家己占你家己的亏力的。我是想要讲点几年的。好、哦、的，来，你甲小姐讲来一算一算，谢谢功德无量吃百年啊。我过去点几年的安尼啦。有诶，老婆生，恁若经济上做会到，我无甲你反对。嗯。哦，啊，你若是讲。为着来这个扶持某娘中天照明，啊，家己腰巴肚我嘛无碍呢，我无碍人安那，那无啥咯。安怎我咧做个代志，你若看，你就知影。咱去庙里拜拜，敢若要坐金座台一百块，你若想咱到有咧乌白平无呢？无啦。哦，啊，剩的拢开销的迄拢咱家己来啊。有啦。好好，老师。我问你，我几件？张飞老师亲属服务诶。起码都因为恁有可能出去较方便。哦，啊，要来到这里嘛，有可能会较远路头，啊，唔免咱干那车钱开得较侪啊。你都付起一个月一百块钱，我就帮你处理。哦，你人个唔免来到这。哎呐，哎呐。啊，家己这咧报给咱老婆婿看。哎呐，哎呐，安都对啦，那你话，喂哦，来计算啊，接袂来啊，谢谢，拍谢啊，那你好。喂，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我被好奇。咱到底到位？我到底新北市新竹哦，功德无量，无量给你保庇哦，你等会收。哦，来三山，谢谢哈、啊。我今个一分钟的时间，老师做服务啊。哎，哪个一分钟多啊？有啦，无啥咧问讲啊，我尽量能有扶持一年，但是呢，我一年的时间也未够，我感觉会当搁再扶持咧。迄、那个功德相陪啦，啊你，迄你家己做，你着家己定嘛。哦，这嘛是属于咱个人的呀、啊。本地就是安尼、啊。无人教咱抢咱的功德。这就像诶银行咧欠钱同款。你欠欠的，哎，拢你咧，你该当领，别人也袂当给你领啊，很意思啦。来你好啊，哎你好，哟，来咱住里头，恒春，哦恒春啊，保留个保庇来一双一双，谢谢啊，哦是你阿伯啊啦吼，爱护持一个啦，有啦有啦，为人感觉运气介歹个，我护持一个，
咱老婆山，咱有当时阵吼，来为你探听，咱看医生吃药个吼，咱来求一个好医生，好人。哦，看到好医生，吃到好药，咱身体唔带健康，运气嘛较好。哎呐，咱较袂完安规工好呀，遐病情，甲恁安高价，互你安袂爽快啊。那你好，喂，哎，张辉兄好。有你好。我好是。功德无量，我咧食饱你啊，来计算，谢谢谢谢。来，咱做功课。你家来恭请到咱母娘慈悲、慈光普照来给咱保庇哈。在咱这个台北荣总15楼32号病房，陈进安，屏东县东港镇凤溪里35-4号，张明丽，柳营基美病院美栋3231美床，乳癌空村。台南市安平区健康之家419巷23号，孙正金贵。高雄市三民区义德路58巷2号8楼2，张义明。高雄市三民区义德路58巷2号8楼2，张义明。台中市西区精神路118巷20号，张耀中。盐埕区富雅路154巷7号，伊丹岳美。板桥区重庆路269巷79号4楼，王浩成。枣营区荣总路8巷7楼6号，林嘉贤。新北市莺歌区光明路光明街12号6楼，林碧娥。请恭请着咱母娘慈悲来给恁保庇，恁大家身体健康，一切顺心哈。那么咱家有真侪位来跟咱母娘中间照明来扶持，一个月100块功德非常大哈。公山、丹林、金花3月日，洪山、吴温伦、吴冠伟、吴友学、张干秀各3月日，林安区彭碧、王星心各6个月，左营林秀仪10个月，六甲柯建福、柯清泉各3个月，柯秀銮3个月，集集丁丁邓银杰3个月，台中的西屯牛玉铁梁玉泽6个月，洪万林家如3个月，参美欧丽华6个月，土城张岳娇3个月，英哥南元俊林碧娥南文荣各6个月，仁爱区李云如7个月，罗东李志顺、李志尧、李静伟、李嘉玲、李栋才各6个月，新增林文景6个月，功德无量哈。总会再来恭请，在咱保留慈悲，主公菩萨来给你保庇哈。我哩也当建国小家小在延寿，前途光明，走灵通，地位开通，弘扬化解解一心上。在完公职们所带给富贵双修发气充满，咱今晚来进行对咱的智慧容易。手把青烟插满殿，低头便见水中天。如今清净风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又过来到着咱智慧良语这个单元的时间，大家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妈，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大好朋友，咱诸位先生大德。作为菩萨，作为素养素质，时间一到，一定含难，做会得来做这个功课。现在请各位这个今天这个功德，咱来回向天顶的杯，土脚的手，水灵的手，一切众生，
也请家庭这个功德非常有灾苦的灾民，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也请家庭这个功德非常有我们的亲人，我们的阿公，我们的阿嬷，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回向我们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欢迎大家平平安安过。那么七年来受念珠，我们请给念珠请起来，无念珠的人请双手合掌，心宽的别念南无阿弥陀佛。咱来延续着咱昨昏的这个话头啦，啊，这个话题，咱讲到着咱的心啊，心所指的就是咱的念头，啊，念头是希望的，因为真实的。楞严经顶端都讲。相助真心，相助就是讲永远不变嘛，真心就是永远无变的嘛，所以清净寂灭，这是叫做真心啊。咱哦，即阵的真心，拢已经起了着念头，啊，念头就是无明啊，啊，无明是一个动向，真心是寂静不动的呢。所以佛家在讲到这修行，修行上最重要的是这个禅定啊。为什么这个佛教会遐尼正重视这个禅定？因为禅定伊唔是指禅宗修禅定哦，其实是八万四千法门当中，门门当中是修禅定哦。所以念佛也是修禅定，戒定慧三学。离开了就这个定，哪里来智慧？所以禅定生智慧，乱心生烦恼。乱心就是咱的杂念啦，杂念就是讲前念灭，后念就搁生起啊。所以六道凡夫个个拢是安尼，大家拢是安尼。所以一讲到暗起心动念，永远拢唔捌停止过。哦，你那是把这个念头停止。智就是定啊嘛，哦，机关啊，就是智啊嘛。所以真实的功夫就是要如何把这个妄念给记住啊。因为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咱八万四千种无同款的方法。而咱念佛法门是所有法门当中上界方便的法门啊，伊是用念佛的方法。把我们的妄心来给它记住而已嘛，所以六道轮回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妄想。所以哦，佛教我们要用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记住。你看很多老菩萨哦，他去遇到危险，看到紧张，看到不能解决，看到一些有罪业的，阿弥陀佛哦，阿弥陀佛哦，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而已，他就做佛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啦，有个人跟我讲，哦，伊念几部经，念偌济经，念什么阿哥经，啊，念咩有路用吗？阿无善，念咩无路用啊？迄念经唔是要念无佛听，是要念无家己听。啊，一句阿弥陀佛的阿爸都底下唔捌字，唔就免念吗？哦，对不？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把咱的这个念头给记住。伊就一个念头，知识一切念头啦。要安怎念佛功夫才会好？妄念遮起啊！啊，你就提起阿弥陀佛咯。一切时，一切处，拢有真高度的一个境界。念头无论是善念也好，恶念也好，拢总甲伊打掉。为什么？因为善念就是三善道嘛，恶念就是三恶道嘛，这大家拢知嘛。但是拢出不了的六道轮回啊！三善道嘛是六道，三恶道嘛是六道，所以净念才会当来超越着咱的六道轮回。世间人知影这恶道无好啊，恶念无好，善念好，这是只干那在知其一不知不知其二啦。因为善念是在这个三善道享福，享完了后，这个恶业又搁现前，所以这都唔是叫究竟法啦。这名究竟法，究竟法就是两边不立，中道不准呐、啊。善恶两边，两边拢放下，中道的念头也拢总无啊。
哦，两边不灵嘛，啊，中道不准嘛。这个时阵，相助真心的陷阱啊，相助真心陷阱，这是叫做助真心灰啊，就会当来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就是咱心性嘛，就是咱无量经典王所讲的真实之者嘛。咱才当见到咱，见到才当正信嘛。然后咱自性本具的大慈大悲，才当来陷阱。所以梦想伊唔是好梦想，咱有思想，思想也唔是好梦想。中国古早人做这个字有智慧，迄心甲为家啊，请问叫做书嘛？哦，心的顶冠上为家啊是书嘛？啊，心的顶冠上甲写字上叫做想嘛？所以心观内哦，起分别就称叫做书，重要上叫做想，所以书甲想拢总合起来叫做思想嘛。把这个家也拿掉，想就放下，真心立刻就现前了。有思有想，拢总是六道凡夫啦。你若离开着这个思，离开这个想，就超越着六道啊！所以因此，用思想就会障碍了你的真实智慧，无用思想就会，就是咱的真实智慧。所以现代社会的人啊，人的心无常到了的极处，咱一定要知影无常的心不是真心。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当中，佛教咱爱自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你救不了别人，至少无你也要救家己。哦，救家己，不是找一个避难所，一个防空壕呢？今仔全世界无一个所在，乎你的秘籍啦，无安全啦。所以，甲咱这个要去避防空壕的念头，赶紧甲断除，免那保全你家己，决定唔惊死啦。知影死了后要去倒位较要紧啊！咱的心虽然死，精神无死。精神就是咱的国外顶外讲叫意性嘛，外国人讲的，这也是咱的肉身毁掉啊，意识还佫同款存在就对了吼。时间的关系，今仔讲我做到这，咱怎么做回向？总归念一句，请对我念一句吼。愿以此功德回向诸众生，解脱三界苦，解发菩提心。请讲哈。咱个地放开，这两是三岁五岁甲吞，未扎着阮就爱记一路吞一嘴，未咁一句，阿弥陀佛来请你。今物拢看电影哩，今物看啥电影无？阿弥陀佛。种种灾厄如灯火。斑斑何欢似醉消，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第一愿，事业兴旺，仕途高升。第二愿，身体健康，长命百岁。第三愿，招财进宝。红山叶小姐念白歌第三杯酒。
FDA Director General Shou Meiwu, Taiwan has approved COVID-19 home test kits. They're available at pharmacies and other approved outlets. Please look for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number and expiration date. Read the manual and wash hands before testing. Afterwards, place the swab and test solution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For those in home quarantine, if you test positive, call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or dial 1922. For others who test positive, avoid public transport and go to a local screening site. Bring your kit in a sealed plastic bag and hand it in. If you test negative, seal the kit in a plastic bag and dispose of normally. Please follow all measures and practice self-health management.